大家好 ，Hello， 欢迎大家收看 CPMTV， 我是嘉喜，很高兴今天我们有 Minion 与我们同在，一起留意教会的最新动向。Banana， 在聚会后的下午一点钟有复兴祷告会，请各位弟兄姐妹一定要留下来，一起警醒祷告。在来临的星期五8月7日晚上8:30，联合小组与事工团队团契又有聚会啦，请所有的领袖以及有参加小组的组员们务必要准时出席。在来临的星期六8月8日的早上11:00到下午的1:00 Superkids 聚会将会照常进行，而在8月15日，我和我的同伴们将会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拍照，一起玩游戏，所以小朋友记得把你的家人和朋友们给带来，让我们一起经历一个精彩的 Jurassic Minion 的奇幻旅程。青少年们 Dream Factory 聚会在来临的星期六8月8日下午4点将照常进行，请把你们所认识的朋友都一起带来这里吧。在下个星期日8月9日 Pastor Ming 将与我们分享的主日信息是走出疲乏，诗篇23:2说道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，让我们一起学习如何走出疲乏，成为一个自由人。菲拉铁菲教会装备系统1201门徒班1301领袖班已开始接受报名，课程落在8月9日、8月16日、8月23日、9月6日以及9月13日。聚会后下午1点在大堂与3楼课室同步进行。有兴趣者请向小组组长或者丽仪姐妹报名。话说明念了。为什么你那么喜欢吃香蕉呢？因为香蕉可以让我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补充我所需要的体力。还有呢？还有香蕉可以帮助消化，也可以防止抽筋。哇，原来香蕉有那么多的好处啊！那弟兄姐妹们一定要多吃哦。Banana。CPMTV 在此结束，我是嘉喜，他是明年。拜拜。Oh, hello, Papagena. Tu le bella con la papaya.